这个普通的就是叫平绣的。只不过它这种针法不一样，它这种就属于乱针，这个应该是乱针。它针法不一样，像你那个什么那个草那个都是乱针，像这个刺的这个就是又是那个针法，那个针法不一样，就是管涉及到软件的。啊。这个。